良显堂基金会为鼓励家长以爱和关怀来陪伴孩子成长，进而增进亲子关系，改善家庭气氛，特别邀请专业讲师于埔里镇立图书馆举办亲职教育讲座，主讲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共处。会中以各项实务经验分享及亲职观念建立，让参与的家长都感到获益良多。